大哥，腹外偶鱼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是啥玩意儿。我刚刚看到的，他在这里跑来跑去的，他结果一下跑到那里面去了，然后我一下去就把他抓到了，可能是有点什么啊。他嘴巴好长。大哥，这是长嘴巴。哟，太咬人了，这脚啊好长啊，大哥，美不美？看大腿啊，大哥，喜欢的关注一下，咱把它放了不容易啊。这种是怎么说呢？不管它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咱们把它放了啊，支持快手正能量啊，大哥，专业动作请勿模仿，喜欢户外的关注一下，这是户外偶遇啊，大哥，你看一下放地笼的偶遇，来放到这边来，看它会不会飞啊，大哥，三二一，哎呦，哎，它怎么了？它怎么了？大哥你咋的了？你还它翅膀受伤了吗？大哥你还走不走？你要是他怎么掉下来了？他没摔、没摔疼吧？大哥把他放了啊，我们不管他怎么样，咱们还是把他放了啊。那就把他放在这里，别让人家把他抓走了，你把他放好。大哥，走了啊，跟我大哥祈求平安了啊，大家喜欢户外的关注一下。感恩了大哥子。拜拜。拜拜，他会游泳。好的。欧了。